说这个和尚法师啊，我喜欢写诗啊。观修和尚也是一个大诗人啊，写了好多好多的诗啊。那我们先来写他的野居偶咒啊。好，高谈应该写错了，高淡清虚即是价，高点往上提。这样过来，高淡一二三，再下来，高淡清虚清，这样过来，然后这样由下往上，这样过来上一二三，好，高淡清虚即是佳。即从这里拉过来，往上提，往下，即释迦，加往上平等，再过来一点点斜度，加好，再来呢？何须须赞好音响，何？过来，往旁边过去，和虚一二虚啊，和虚虚站好音响站了，往右往下下风口虚站好音响。好，霞在这里，本来要写草书，后来算了。有些草书写起来不见得美妙了哈，好音霞。好，再来呢，看情况，无心于道，道自得。无心于道，一二三四往上啊，无心于道，趴下来上。一二三，这样过来，出去，一道，道，自得，一二三，得，进来，出去，往上提，得，好。有意向人，人转世，有意向人，意，这个就可以写，意写完以后再可以一个字，意，因为要看底下的字形好不好变，向可以，好，可以变，哈，向。人转身，转了一个横竖画先下来，再三个横画，再靠近下来，往右上下来上去，转身过来，轻轻的带啊，然后一二下来上去。人转身，再来呢？风处好花闻紧漏，风下来，风处呢？写草书，风处好花好呢？下来拉过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好花，花这样写，
往旁边出去，上来，站过来，上去，往旁边带。好花，文景客，文景落，文景落，站下来，对不对？景拉过来，朝向中间写，往旁边带。文景，文景到这里落，好，这里也可以写一个或一个半，然后呢看情况，好，气横流水，气，那我们就写一个字就好了，气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往旁边，往上面写下来，好气，没办法，这个字多字。字比较难控制啊，气横，好横在这里写，啊，然后这样过来，气横流水，啊，流水，欲勤写欲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上，好，那勤呢？我们写成木勤好了。其实应该通用哈。欲勤写，啊，写过来，啊，一二下来，点点拉过来，拉长一点点，好，要长不长的感觉也可以了哈。欲勤写。但令如此还如此，但令往旁边出去，哈、啊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但令如此还。如，哇，怎么都是出来的，有一点问题啊！如此还如此，好，词呢这样过来往上提，下往旁边出去，但用如此来如此，谁现前程未可？谁下来？一、二、三，谁令？谁现？现好阳站过来，现前程拉过来，前再接到这里来，站过来，现前程，谁现前程未可。这样直的下来，未可崖呢？水步这样算下来，一、二、过来，未可崖，好，全程未可崖，好啊，贯修，那叫做贯。应该是法师哈，是好，公子吴启真，好。嗯，跟都写一个书好了，哦，就写到这里差不多，好，好。
我们来前印哦，盖个章啊，从这里啊，还差一点点盖到这，好，从这里按。吴起真在这里呢，盖到好照相，好来盖大齐心，盖到这里啊。好，是我们写的。好，高淡清虚即是家，何须虚占好烟霞？无心于道，道自得；有意向人，人转奢。风处好花闻锦落，气横流水遇琴斜。但令如此还如此，谁现前程未可涯。冠修法师诗，庚子吴起真书啊，他的诗名叫做《野乌偶咒》啊，《野乌偶咒》。